你母。以前若讲一个无啊，毋是恁爸一定喺咧砸死。你紧讲啊！你是死人样啦！你若毋讲啦，你要活往拍死哦！你哎呦！你跳走边啦！你咪你咪老你走！阿妈，你有看我车的锁匙无啦？我当初你是哪遐向阮讲啦？啊，我叫你爸送饭去，互你食，有当着无？有啦，有拄着啦。啊，食饱未？食啦。食哦，哎，食唔着小休困尔，安尼看你安尼，哎呦，装来装去，来食些果子啦。无啦，我袂食啦。嗯，应该是房间无唔对。当初你是咧？哎呦，你这个囡仔哦，安尼雄雄公公，啊，当你是咧变什么梦啦？我都唔捌看你安尼。放了，你安怎做了？无啦，到底是安怎？我哪会想起讲安尼，看要甲咱拆车落房嘞？啊，过当时安怎诺啦？阿母，你敢知影你的死囡仔变啥好代志？是水果唔创啊？你知无？做创啥？欺负一个查某囡仔，害人爱啼啼哭哭啦！哎，啊，查某囡仔若肯，哪有要紧啦？哎，万一若甲阮母甲大巴肚代志变哪想煞？哎，安尼太好哎！大巴肚归去，咱就甲拖入来就好啊嘛。放了。哎呦，无滴咧啦，无滴咧啦！哎呦，阿母，你唔通安尼自家想要做做好。我本来想讲，唔盲讲这个囡仔做兵做转来了后，看能改变一寡生活方式。像即卖自家的父母正业，走囡仔怪东怪西，无做些半行头路，安尼落去是袂有出脱的啦。即摆袂有出脱，咱好甲干那保重这个乖孙尔呢？啊，咱嘛希望讲啊，伊讲啊，囡仔咧娶一个，吼，啊，伊做工课啦，甲结婚，这是两回代志咧。假使讲啦，这件代志吼成，啊，甲娶入来，啊，生活甲安定落去，安尼就较安心啊嘛。娶是要用啥甲人娶？做无半行头，要甲人结啥物婚啊？啊，将来，啊，恁就死去啊！恁爸以前甲你拍甲做到白。无啦，无。阿母啊，无你代志啊。哎呦。放了。哎呦。你阿妈听你就对了，啥物代志你拢做会出？你是要歹代志你拢做出？你要哪做会出？你要甲伊拍，我甲你讲，真是吧哟，哥。嗯，这个何必有谁做袂歹啊？工作能力强，人又水。是咱工厂内面的一朵花。哎，哥哥，听讲有真侪人咧用伊哦。阮捌见过面。踮倒位咧？啊，当我倒转来时阵，伊拄仔去机场接因老母啊。爸爸。爸，哦，你好，你好。爸爸，这是我顶个月所做的财务表，你小看卖一下。真好，对啦，你稍微看嘛，哦，这几年来公司的代志哦，拢靠你稍微在甲我斗相共，甲我服务甲真周全。等你只要出国倒转来吼，你就准备来做我的客哦，啊，我通啊专心来吼，为你稍微物色一个对象，通我办伊的终身大事啊。爸爸，你拢一直想要甲我嫁出去。俗语话讲哦，查某囝饲大汉就是人个啦。哦，敢会留恁呢？哦，那我唔甲你留伤久，唔当都互你怨倒。讲哦，我一直甲你留，哦，互你怨倒。放心啦，爸爸，我连男朋友都无。哎，我即摆就是上惊安尼呢。我对我家己有信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一个我欣赏的对象。爸爸，啊、你先烦恼的应该是阮哥哥婚姻大事，唔才对。天啊，干嘛呢？我是无想到这啊，爸，我是讲吼，我为家人做起，安尼才了解讲公司运作的情形。啊，当你若是伫公司啊下，你做你放心啦。你落来公司跟我拖几个月啊，我相信你公司那些代志哦，你就会当了解。啊，那落你个工人做起。啊，我若向阳讲做经理，
也是副总经理出现，安尼一来，公司人就知影讲我是头家仔囝啊，也毋敢接近我，也毋敢对我讲真心话啊。二来，大家对我也无感无情啊，安尼以后谁服我？对啦，爸爸，其实国国安尼讲嘛是有道理，拄刚刚人做起，只有好处并无害，赖厝啊。好啦，既然你到要做工人做起，随在你啦，哦，真是啦，谢谢爸爸。妹啊，以后伫咧工厂内底，你这财务经理莫当面叫阿兄哦。知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甲你演戏。你哦，我迄个男朋友对我真好嘞，一直招甜的，足好讲话啊。出手阁足大方个呢，伊阁开一台跑车哦，有影，恭喜你，伊也当做小奶奶啊嘞。即个我总算是摕到我的幸福啊，无怪你安尼莫名其妙笑嘻嘻哦。哎，你遐做警官的男朋友嘛袂歹啊。哎呀，恁新来过来偷看哦。我看你一定是对你有意思哦，你莫当乌白讲啦。只有，你看，因为你才行过来，我先来走。春游，春游。小姐，歹势吼，我是讲要请教你一项代志。有啥物代志啊？你啊，你啊，哈？你回来。哈，是嘞吼，你稍等一下。哎。歹势，目屎七七，啊，你安尼抱阮姐是咧创啥啦？无啦，我是吼。我啥，莫甲阮姐学爸母啦。就是诶。啊。你莫当乱好无啦？啊，姐，你唔知去啊，你去接电话啦。无啦，我是讲有代志要甲请教啦，唔是讲恶意啦。歹势，目屎七七的，恶意歹意我拢不管啦。规定掠到阮姐高高甜哦，我就正经，予你目屎七七的。够是的哦，逐工过日子嘛过条条，你若想要中日子啊，中日了啊哦，你我是过一关啦。嘴巴啊清气的哦，我开车甲你占地带。你啥物啊敢弄着嘞？啊不，你是要去几点的？家己目睭第一裤底啊，看到车袂用闪哦。少年嘞，哦，你开 B N 啊，老母在咧臭味啊，马上就走。Come on。来。好呀。你搁伫外口搞啊了代志啊？无啦，这个少年偌皮的。我听准啥物大代志嘞？这是小可代志，无必要就计较嘞，哈。做你靠站站，帅阿姨，我啦，走。少年人哦，性地小改一下，车唔通开到遐紧。这性命是你的啦，万一若是发生什么事故，你是要向你的爸母交代啊？哈，知啦。为前程，苦情写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当然，好啊。我要送派出所的两台车，恁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啊。准备好势啊。
喂，妈，我今仔我要回去吃饭，你免等我吼。好，再见。陈小雅，你来创啥物？我来看你个啊，今仔伊是周末呢，我想要叫你来看电影。最近在变哪有假日啦？李强，希望我以后在上班的时间，你莫来这个所在吼。我讲袂晓来哦。陈小雅，未必我去看一下电影，只有我弟个啦。你看，你看，他讲也是。前主管做人较好，李强，你骂你阿祖好？你搁讲阿祖，我来看你，你无欢喜哦？你敢无看我伫遐无闲事？你，李强，阮做警察的，上班的时间甲休困时间哦，甲一般人本来无共款啊。所以你哦，做警察女朋友哦，爱好啊体谅人。主管，哎、欸、主管，大辉，哇，汉杰，来来宾姐姐，来宾姐，林姐啊，林姐啊。我要送我派出所那两台车哦，即马停伫咧外口啦。林大队啊，实在真多谢你啦。来，我帮你介绍者。来，陈总，这位就是咱这电影的大好艺人，哎，这对咱电影真大建设，也是真好的人，无话讲的。这罗先生，罗先生，久仰久仰，我真早就听迄个陈主管讲，因派出所的哦，有调一个少年佮有作为的这个警官来，今仔会当甲你见面哦，真是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，我。不敢当，啊、以后还请希望这个杜先生呢，会当多多指教。卖客气，卖客气。啊，对了，主管，啊，咱车今麦伫咧外口，无咱安尼啦，咱简单举办一个这个隆重简单的这个上车仪式，安尼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请请请，来你先，你先，来你先，你先。阿母。卖搁听啦，安尼目睭是无看呢，歇睏一下。来，阿母，啉一杯茶。来，来啦，我搁甲你抓灵。阿母，安尼会使无？拢是，阿母吼，有影无白听你啦。昏倒啦，昏倒啦。哈，阿母，真个，快，昏倒啦，昏倒。啊，昏倒啦。讲，你已经看大呢。啊，看在倒位啊？我伫咱乡的公所啦。有影哦，哎呦，安尼足好个呢。你就想要住在咱故乡的，啊，吃食会当为地方服务，哎呀，安尼真好，真好。无咯，阿母啊，这拢是吼，你这么多年来吼，是对我的这个养育啊，较教导，我唔知会当有今仔的成就，这爱隆重吼，阿母，多谢你。清田啊，唔是甲阿母做啥，这是你家己打拼，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阿母啊，咱阿妹哦，毛一包汤。哎呀，都是啊，阿母今麦上该欢喜的哦。是恁四个囡仔哦，大家拢有一个正当的头路，安尼规规矩矩做人啊。都是啊，阿母讲的话哦，你逐句都甲记较了了，吼。阿母讲叫你带美玉去上班，带美玉去下班，啊，你就安尼照起工来做对无？歹势啦，目屎擦擦咧，啊，今仔也毋知安怎叫酸气。啊，来，讲到美玉，你讲，美玉毋是倒来啊？姐啊！啊！你是安怎？你是去倒啦？我自细汉就甲你讲到大汉，叫你莫计较我姊啊，人比你较细汉，还佫有我有行动的自由啊，莫再共缀条条啦，含便所也要去。我是凊彩问问的尔啦。美玉啊，啊，今日是安怎啦？转来就安尼气噗噗，啊，食饱未？我袂枵啦，啊，毋等我后摆再食，因若莫甲我叫。七早八早就要去睏啦。含明仔载，我也无爱起来啦。阿母，你敢无感觉美瑶最近脾气怪怪，敢若亲像迄啰情史多言，外加恶作剧？嘿啊，啊无代无志咧使性地，哇，敢会交男朋友？交男朋友？哈哈哈！歹势，目屎滴滴咧，若交男朋友，乱就乱到无去啦。哎呦，你真厉害！哈哈喂，啊，找美华，妈，啊，阿哪要找美华，干要甲叫，伊讲话要困啊。对了，啊，喂，啊，陈香啊，美华，你不是讲要看我的男朋友，你怎么跟出来？阿兰哦，阿你做啥时钟哦？哦，你要去上班啊，嘛还穿一个较体面的，对无？啊？多谢阿母。你讲啥？你讲到清楚的啦，你这家伙行哦，电话心上飞来飞去，哎呀，这死啊，没脑了啊！
查甫人哦。呀！不是啦，不是查甫人，是咱朋友啦。哎，你即马紧出来看我缘投遐。妈，真要要吧？我要出来一个。好啦，啊，就较早回来吼。好，妈，再见。哎，拄啊，你起码搁变啦。明仔，啊，无恁爸起来。哼，这款车啦吼，上好看啦。你是咧讲啥物？哈？啊我，无啦。宝东，宝东，等我一下啦，小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宝东。宝东，我嘛真乱呢。你是要看你表情真无好势，咱要尽量互伊欢喜只。唔免啦，你袂做啦，你帮我叫。宝东。你看。都是你啦，你怎搁咧无满意啊？啊，不过我才是你女朋友啊，我变都怪错。连这你都咧计较，唔捌看过你自家咯，心肠这么矮啦，爱惊是脾气啦。你霸道！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。爱，牺牲前途打算。哎呀，你啊，你安怎？哎呦，哪个来了？哎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这是你一直想要挃的第三年，我今晚送给你，后盖你奶奶一定要给老公看。没有，多谢你。没有，有人欺负你，你跟我讲，我一定会保护你啊。哎，来，你明了。你先坐。你咧哭？无啦。莫想遐济啦，人活伫这世间吼，短短啊尔啦，最重要的就是尽量互家己快乐。警告哦！你若要将咱的代志去讲给别人听哦，我就跟你切。孙勇啊，落车。到啊！你别硬加减几步呢？你为什么要先送我回来？还是买倒？我要去啦。莫啰嗦啦，我还佫送米给我回去嘞，紧落车啦。陈勇，再见。莫想遐济啦，心情歹就甲饮一罐啦，将所有的无爽快代志拢甲放袂记哩。嗯，来啦。
你是安怎啦？头一摆饮都唔通饮这香，来。我咧想吼，你一定是甲男朋友冤家啦。今仔是礼拜咧，应该是爱陪到你身躯边，哪会抱你这么水的查囡仔，这孤单寂寞。你根本都上工课，看得比我搁较重。世间有这么戆的人啊！放一个这么可爱女朋友，袂晓要陪，走去咧做工课，啊，无是啥物人，那这么袂晓要体贴啦。